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2018年到库克群岛旅游，不幸因为救女儿而溺毙。乙双前主播陈以真每到忌日都会赴杨伟忠墓前凭吊，今日也在脸书上晒出赴墓前悼念杨伟忠的照片，让许多网友看完为之鼻酸。陈以真与杨伟忠间谍情深，过往他到墓前凭吊杨伟忠时也都会送上鲜花束，有时还会留下心情，真想念杨伟忠。去年的他留下两颗星符号，今年则晒出墓碑以及晴空万里的照片，没留下任何只字片语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